ヒーロー木村文乃、広瀬アリス、七尾、シム・ウンギョン、大島優子、室井滋、江口洋介。この世を動かしているのは国や財界のトップか。いや違う、本当に動かしているのは影の黒子たちだ。上級国民よ覚悟しろ、七人の秘書。每个新盘登场，参观示范单位设计，比较现楼价格，精算各区二手买卖或者系租盘，又有特色设计，细微经典建筑。逢星期六日一周睇楼团，33 now 财经台。中原地产特约一周睇楼团，系由一 app 在手，让你体验指尖揾楼嘅中原地产赞助播出。爸爸 ，sorry， 揾到人包底嘅问题就唔系问题，喺 The Cop Shopping 附送电子商品意外保障，咁放心仲唔嚟买？而家仲有超底优惠啊！即上 The Cop Shopping 啦！新装修甲醛祸害点样解救 ？Honor Enviro Safe 严选 100% 日本专业无光触媒除甲醛方案，一次施工全面保护，专业可靠。你的健康守护专家 ，Mori Sofa 一直致力设计生产高品质梳化，更诚意邀请意大利著名设计师 Giovanni Cannato 操刀，以高质皮革配合细致的手工，设计出实用观感兼备的梳化。针对香港人生活习惯 ，Mori Sofa 有多款配备电教功能的欧式梳化，时尚高雅。有鉴赏级表现的梳化在 Morris 等着你。受疫情影响，香港零售市道萎缩，但汽车销售市场经历低谷之后已经出现极速反弹。农历年过后，疫情因为啱啱开始的时候，事实的生意就差了的，跌幅大一点，可能大概讲 30%， 即是比起上年同期跌了 30%。但是去到第二波疫情的时候就突然间反弹，公司还创新高。可能去到六七月的时间是我们公司这么多年以来的新高。睇翻私家车首次登记净额数字，今年二月跌到只得1900架左右，但之后就快速回升。九月份更加出现报复性消费，数字更加创出今年新高。生意额可以收复失地，车行负责人话，热门嘅车款都有明显嘅改变。好多中產，以前可能我主要都是想性能啊，我要有型有款啊，咁但係去到而家就可能我想買架家用嘅七人車，可以一家大細出去咁樣。相應地呢疫情第二波開始咧，個感覺係強烈咗好多嘅。可能我哋以前由一個月可能買 family car， 可能係講緊即係二十零部咁樣啦。咁但係而家去到可能已經飆到去到30部咁樣，咁係明顯有升幅嘅。一个德国汽车品牌的旗舰陈列室开幕。We continue to bring great product to the city. We are going to open the new showroom here, which will 在逆市之中依然投放资源做市场推广。负责人话，同其他地区市场相比，高价车在香港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优势。Hong Kong is a very special market. First of all, yes, it's a very small market.So there is only a car park of 600,000 cars. So the annual sales volume is 30,000-35,000 cars, which is a small market, yeah, on a global scale. So on the other hand, for us at Audi, it is a very special market. It's one of the, I think it's the market with the highest premium car share. So we always have, during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, we have 50% market share of premium brands. So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n't find anywhere.今次 facelift 嘅 RS4 咧，其实保留咗好多 Audi Sport 超跑 wagon 嘅 DNA。新店开张嘅同时，亦都有新车推出。
目的就是希望客户有全新的感受。We believe in Hong Kong and we believe in the future, and certainly the investment in a showroom is nothing which is driven by a short-term thought. So we basically made the strategic direction, and we really think it's a huge step forward for the Audi brand, which everybody can experience who is coming here to the showroom. It's a different Audi you are seeing here.陈列厅入边设有咖啡室，仲展出品牌嘅经典古董车。汽车嘅香港代理话，高档车从来都唔止用嚟代步，反映生活品味先系价值所在。大家咧更深慢慢去体会翻呢个牌子本身有嘅一啲 DNA 一啲元素喺里边。当然销量是紧要啦，但是我哋亦都深信，当一个客户重新认识一个牌子，更深去了解产品或者各种嘅 lifestyle 一啲衍生嘅一啲感觉啊，或者一个元素嘅时候咧，我哋希望咧嗰个销量咧系会之后会自然去反映到啦。而家交投可能相对淡静，但其实可以视作为投资期，潜在客户可以有更多时间慢慢了解品牌嘅特质。只要疫情缓和，销情很快就会重上轨道。中国关口啦，嗰个仲未通关啦，亦都会影响到豪华车嘅销量，因为有好多客人咧个中港牌都未可以更换咁样。咁啊，但系我哋亦都体会到咧，原来香港咧即系仲有好多有消费力嘅群体啦，可能冇去旅行啊，或者留港消费啦。车展以往都是汽车销售和宣传的重要环节，今年就纷纷转向网上发展。今年第一次试啦，做了 Q7 和 A5， 那个 feedback 都尚算可以的。这一年来限聚令啊，或者 home office 啊，甚至乎学校都可能推迟了去开学呢，那种种原因令到顾客可能未必全部都那么放心去出街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唯有透过一些网上的平台啦，跟他沟通多一点啦，我们的资讯是用这个方式去传达给你听，所以这个都没错，是的而且变了我们一个比较着重了的一个沟通的平台。都会知道咧 ，Audi 咧，除咗新车宣传片段，网上发布会亦都成为新潮流。客人可以安坐家中浏览新车款式，甚至比起新生度陈列室睇得更仔细。品牌代理话，线上营销睇落去比举办活动容易，但背后嘅人力物力系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个 internet 就好像一个资讯的海咁样，真系 reach 得到你嘅 target 嘅客户咧，未必一定咁容易啊！净系讲 digital 嘅使费咧，冇跌反而加咗添。线上活动举办得如火如荼，线下代理推销亦都用上新模式。以往客人想试车都要亲身到车行，但疫情期间公司就提供到会服务。我哋通常试车之前咧，都会特别去消毒嘅车嘅内笼啦，例如我哋司机会佩戴手套啊、胎盘啊、凳嘅头枕或者坐垫或者波棍咧，都会用啲消毒剂去清洁干净，先至俾客人去试啦。虽然喺市场营销嘅预算增加，但线上线下双线发展已经系大势所趋。公司话日后更加会研究例如直播卖车等嘅新销售方式。人哋个个结晒婚啦，我哋阿妈唔结婚就分手噶啦。金刀 Now 影视电波站现已上架。罗氏指南针每日请嚟真正地产界行家，提供独到行内人贴士，高度剖析每日楼市动态，最新一二手资讯，成交纪录。逢港股交易日下昼2:10交易时段内播出。333 Now 财经台。中原地产特约楼市指南针。
系由一 app 在手，让你体验指尖稳楼嘅中原地产赞助播出。有可靠嘅选择，就可以随机应变。YesUA 手机 app 全港首家，连最新智能身份证都做到实时身份验证，贷款申请批核。